微软创意总监亚当欧尔被扫地出门。微软依旧歹戏拖棚，要连线才能玩游戏，持续被干掉。网友们在推特上死命的抨击微软工作室的创意总监亚当欧尔，说他歧视网络频宽受到限制的网友。微软随即向他们的忠诚粉丝们发布道歉启事，声明中提到亚当欧尔的时候，都冷淡的以这个人来带过。你以为歹戏就演到这儿了吗？亚当偶尔还受到威胁，网友要他不得好死。亚当偶尔目前已经离开微软，根据可靠消息指出，他是自己请辞，而不是被炒鱿鱼。你认为亚当偶尔应该被炒鱿鱼吗？快留言告诉我们吧。Follow us on Tumblr.